好，我是 Erica。Hello， 我是大儿。我们今天要来开箱。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开这个。这个是开阳亭墨鱼素食面。为什么要开这个呢？因为我姑姑去日本玩的时候，她带了一堆超商买的泡面回来。好好，我的姑姑。其中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因为我看它的图片里面，它的汤是黑色的。我觉得超酷的，它吃起来会不会像那个墨鱼炖饭或者是墨鱼意大利面？对啊。然后牙齿黑黑的，我超爱的。那待会要看你牙怎么黑黑。看他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煮它吧。好 ，Go，Let's go，Erica 小厨娘时间，我现在就要来煮这个面了。我现在看一下你有什么，就打开的。哎，它的面是细的哎，我以为它是拉面那种哎。对啊，而且它很，它长像即食面那种面，它的酱料包就是酱而已。就这样 ，Nothing。就这样 ，Nothing。给我看它包装的图片。那些东西在哪？你怎么可以相信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会被骗了。对啊，你觉得有可能泡面包里面会给你鱿鱼啊，然后什么青菜啊、虾子吗？这才多少钱而已，日本 Seven 买才173块，除以三吧，所以这一包才50几块。要求那么多，快要烧到。可是台湾50几块就可以买到满汉大餐了。没关系，我们现在来煮它吧。还没滚吧？滚了。哎，好快哦，怎么那么快啊？因为有盖盖子啊。哦，等一下，面是不是要先下去啊？我煮泡面的时候会先放调味料。为什么？因为面不能煮太久啊。哦。然后调味料让它先滚开之后再煮面。等它打开，它就是墨鱼汁。哦，真的耶，好黑哦。我倒进去喽。好，下吧。不好怕啊。哎，它就是墨鱼汁哎，它就是。totally 墨鱼汁的面、啊，真的好烫，真的好烫，我要不行了。OK， 那要拿高一点。哎呀，你拍锅子啦，你不要拍我啦，我真的很害羞哎，因为我觉得我看起来好笨哦、喔。有一点。天哪，我觉得应该我来煮的。很热。现在只要把面煮软就行了哟。它上面有没有说明面要煮多久啊？哇，4分半，那么久，真的假的？它是用煮的吗？它是用煮的，你看它是有锅子，而且水，它上面有写600ml。你刚刚这样有倒600ml吗？这样会不会爆咸啊？我不管，我就知道咸。它真的需要煮4分半，因为它现在我这样剥它，感觉有点硬硬的。你知道它真的是 holy 烫，我快卸妆了。还是我给你换？没关系，乖。我们要试试看。哎、欸，你是韩国人，用锅盖。哎、欸，是韩国吃法是不是？对啊。你觉得好的吗？我觉得快好了、欸。先关火吧。你会关吗？会啊。哎、欸，拜托，我是厨神哎、欸。好黑哦。可是我不知道你、這個。等一下，你先不要碰。我不知道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倒出来。我来。不要不要，我觉得你会烫到。我才觉得你会烫到、欸。我不会，好不好？等一下，那个你真的会倒吗？我好担心哦。啊，妈妈，你不会倒啦。会，我会，我会，可以的啦。我超级无敌害怕。哎、欸，我现在拍什么？很烫。啊，人生要毁灭了。等一下，你看吧，你看吧。等一下，我来，我来，我来。它蒸汽好烫。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不会煮饭、啊、我会，我真的会，我也真的会。好的，我就说可以吧。你放回去吧。成功，耶、yeah, ，煮好了， yeah. 我可以来试吃了。它汤真的很黑，我超好奇，我想先喝一口汤。我觉得你会觉得太咸。我要来试喝这个黑汤。墨鱼味应该是什么味道？我也不知道。它就是有一个海鲜的鲜味、嗯，可是跟我想象中的那种那个墨鱼炖饭跟墨鱼意大利面的味道又不太一样，因为它就是因为我加了 cheese， 对 对, 對，所以我们会误会那是墨鱼的味道。它真的没有料，那就只有不然呢？我在期待会有一些墨鱼屑屑，然后还蛮浓郁的，也蛮咸的，因为这个人是这个人要我不要加那么多水？可是我吃泡面就喜欢这样，哎、欸，它真的很像墨汁、欸，哎、欸，我看嘴巴有黑吗？没有，我有吗？你也没有，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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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点染色，那么细的面，我没想到它要煮那么久，哎，它上面写说要煮4分半。其实它的面的粗细就跟那个、啊、日本的拉面店选细面的面差不多，对，它是细面。嗯，刚好。
硬刚好吗？嗯，我就说我会煮饭吧，还蛮好吃的耶。我刚本来以为它会有点像即食面那种口感，它的 Q 度还是在。嗯，很刚好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花个五十几块，然后吃到一碗泡在墨汁里面，它们俩相其实真的还蛮不好的。就是这样泡在墨水里面的面，真的蛮好吃。对，它真的里面如果加了一些海鲜的料很搭，我觉得很像拉面店做出来的。真的，因为它的面、就是、没有料，面真的是很 Q。那你姑姑是在哪里买的？她其实是去东北玩，可是她这好像是韩馆北海道限定，不是日本每个地方都买得到，有些地方的 Seven 吧。所以大家如果有去日本玩，或者是现在网购买得到吗？我刚看虾皮有。然后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一包，我是觉得还挺好吃的，可以买，浓郁的海味，没错，推荐。那我们今天的试吃就到这喽，谢谢大家。如果想再看我们开其他的泡面啊、十八禁洋芋片啊，其实明就有看到，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会尽量把它找出来的。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跟按赞还有追踪哦。没错，谢谢你们的收看，要记得帮我们分享哦。谢谢大家，拜拜。拜拜。はじめまして、私はエリカ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俺はシュウ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废话好多，快点啦。